得有机会。好，一万能带走多少？我来看看。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。你没钱了，没钱了！冲哥那张毛巾啊！这还有，来来，我借你。你要先借我。可以。哇，第一区就很厉害哦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，请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写错了？原价800，特价150。鬼灭之刃，每一个每一个这种小的、大的都是哦，有没有很夸张？150会不会是假的？因为你知道最近很敏感。我跟你讲，我教你们怎么看，怎么看？看一下，我们就是看它后面这个啊，它有一个这个进口商的地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进口来的，真的哎，正版原版，真的哎，这样才150，才150，买800的朋友。有没有觉得现在心很痛？Sorry 啦。看这个巴斯光年，在迪士尼买超贵的、哦，好可爱哦。在这边大概是三折吧。老板，你那一是忘了吗？真的只要990吗？真的假的，老板？而且他还说不参与其他活动，这还能有什么活动？还有其他活动吗？还有什么活动？他们有满额赠哦。还有2500，还再打79折，太夸张了。我只能说，买到3499的朋友，我就是在嘲笑你，没有错。刚刚节目组私下跟我讲说，他们今天开赌盘，他们觉得我这个盘子王在这边今天一定会花10000块钱。我觉得有机会10万，好，一万能带走多少？我来看看。来，如果我等一下，我的都挑完，没有到10000，来，你小孩几岁？4岁，给你挑2样，哇，赌到10000为止。小米，老板，哇，老板太贴心了吧？老板自制的购物推车。老板，你怎么你怎么知道我是大户？有没有？爸爸先帮自己快点放下。不是啦，这什么东西啦？这好适合你，这是你本人吧？这娃娃还有一套衣服可以换哎。最后一个，好啦，加入购物车。Oh my god！ 冰雪奇缘怎么可以这么便宜？然后等一下，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夸张？公主系列，安娜加贝尔，390。两只三百九。看错老板，我刚刚已经跟老板确认过，他说就是真的这个价格。你前面的一去哪里了？对啊，你有看过100块的正版迪士尼公主吗？150只，4只300，老板数学是不是很差？对，我家数学可能不好。等一下，150，我很替他担心耶，怎么办？四只怎么会300？哎，好可怕！那就是买一送一嘛，等于是你把这4只还报答，对，你把这4只这样都带走，你就挑4个你喜欢的，然后300。对啊，你看它全上还有亮亮的，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买回家，你可以把所有的就整个系列啊，公主全系列啊，全部带回家，无痛收藏全系列。这些我应该可以穿吧？哎，这觉得你可以哦，很适合你。真的是很适合我，迪士尼公主，好可爱哦！这多少钱啊？我先看一下，490。没有，它短袖190啊，长袖290。什么了？290？我先放进去。我已经逛到我真的整个人没办法停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我每个人真的，你会一直在那搜寻说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。对。现在脑部高速运转当中，妈妈在想，等一下要把什么东西给搬回家。哎、欸，大姐感觉很强哎、欸，投到保家吧，直接投到保家。保家是790，再弄到800来。看字了。哇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你看他那不骄傲的脸。有在练，看快点快点。老板，你这台夹子好伤哦。好了，有了吧？哎、欸。请勿拍打，请勿拍打，试一波，试一波。哦，有机会，哇，这个挡住我了，这个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。哇！哎，没钱了，没钱了！冲哥那张毛巾啊！这还有，来来，我借你。你要先借我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这个不继续夹很可惜。490的。哦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两个，两个一起。耶！哇！挑战你的妈妈哦，来蹦哦。没事没事，出去。耶！